大家好，我是小凤。我是文文。然后呢有很多网友留言给小凤呢，说还是要叫小凤呢去搞一下这个媒。然后今天文文说也认识有朋友，对，然后他带我出来了，然后让他帮我看一下，看一下我这个媒要怎么去整。刚刚那一家呢价格有点贵，对啊，然后呢、啊、还是来之前那个阿群那个大姐带我来的这一家优惠一点。防火防盗防闺蜜，哈哈哈哈，防主要是防火。等下做了这个眉毛，小凤立马就比我变美，比我更美了，我就叫嫉妒羡慕小凤了。小凤来看一下，像你这个眉形设计的怎么样，大家说一下好看吗？就纹这样的眉可以吗？哎呦小凤，他这里还有点痣哦，你脸上这三个痣要不要一起也点了去？这个是福字啊，这边这两个嘞，啊，那都不用点了哦。美人痣，美人痣，大家再先帮评论一下，大家说了算。对啊，你看一下嘛，这里也有好多个针的，只是更加细而已啊。看到没有？你等一下要扎在我的眼睛上是吗？谁扎在你的眼睛上面啊？你不要忽悠我喽！准备开始了哦，小凤。我都不怕，我就怕针，我告诉你。我最怕针，其实我从小到大，我生病几乎我都不用怕打针的。哦。就那个越细的东西你越怕是吧？越粗的都不怕。真的就都怕。让心情愉悦放松一点，没那么紧张。你在苹果地上贴在哪里的？痛吗？来看一下侧面，再看一下，再看一下正面，好看了，好看了。大家说小凤纹了眉以后，是不是变美了，变精神了？小凤感觉怎么样？认不出自己了。小凤，你现在有眉毛了，但是你这个嘴巴太大了嘞，他们都说你是大嘴凤，你还要不要再去弄一下你一个嘴巴，弄小一点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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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我哋又不知道佢又整过先，拆过去噶？系佢又拆过啲衫啊！乜有啲好事经你边睇好咩？系啊，我知道啊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凤，现在大姐要带我出街呀，睇你个路啦，望我边做乜嘢？你后面你要睇望。我依家我问你，我睇有先啊？可以过去，可以过去。可以过去就过。睇前面望。怕咩咯？我可以遮你放心啦、啊。你放入耳朵先嘛，我放一啲违法嘅喎。人哋放入，人哋哥哥都放入耳朵嘅。任安我哋。违法。哎呀，
人哋哥哥都封二弟。佢真系开半遮嘛，都唔怕你听唔听啊？啊，小凤，你啲眼面毛都咪有我，拉你整整啊，好睇。整眼面毛啊！这个大姐说我这个没有，这个眼眉毛啊，谁要带我去画呀？去看一下，你记得我是谁吗？记得啊，你刚刚整过是吧？我整不过几月了，我坐啲整噶。你今日嚟做咩？我攞啲，我带佢来啊，我攞啲休息啊。快啲，我带。我睇啊，我睇。嚟嚟快啲整！我见我上次整得咁快噃。不得啵，你咁少时间。你看他拿这个针扎，痛不痛的？痛不痛的？这个被扎的，不痛不痛的，一点都不痛吗？嗯，感觉不痛。现在我眉毛是不痛的了。不一样啊，看到没有什么没有？哇，现在纹了之后看见精神很多，是吗？你又看出来又不是很死板很强的感觉，是不是？对。你看，这个刚刚纹的时候是吗？哎，也不是很黑呀、啊，刚纹的时候。纹的怎么了？再让我们先回去先。哎呀，这个先考虑一下，这个价格有点小贵，先考虑一下先。看这个大姐纹了之后多漂亮啊！以前她也和小凤一样，没有什么眉的。哎，她也是也纹了。纹了，看到多好看！大家说小凤这个眉要不要弄一下它？如果大家说要弄的话，我就怎么样也要弄一下。好看一点，好看一点，是吧？大家觉得如果小凤要弄的话，在下方留言给小凤。有没有打底？今天呢，出来挺久的了，现在要回去了。这个打车费的嘞？我打咩车？我接你的。有麻烦你带我放下我麻烦就我。这个大姐很有心的，又打我出来，然后还要送我回去。是的，这样看到没有眉毛是有点奇怪哦，一边少一边多。好，因为以前直播的时候经常有人说小凤怎么没有眉毛。叫我去弄一下，很多网友都叫我去弄，他们很早之前都叫我去弄了，就是一直没有下定这个决心去弄。然后今天这个大姐呢，又过来和小凤说了这件事情，看来小凤是真的要考虑一下。大家帮忙给小凤来一点意见，来点评论，不然我真的是下定不了决心，犹犹豫豫。最喜欢吃这锅巴，之前你还吃边只团个？系二团啦。坐喺边只位置？去成都咧。去成都系啊。得啦，你就咁整，佢人家都知道噶。你嗰边净系赢一斗，我哋又扭，佢又扭，你肯定扭大。而家应该佢有70啦，70咗。应该有咧。大家好啊，我们这里有个兄弟呢，他想寻找一个失散多年的一个好朋友，首长，是一个首长，是不是？是一个首长，东边的首长。就是，然后我这位兄弟呢，他之前呢是在四川成都当兵的，是吧？哎，当了6-7年。哎，是。现在他已经退休回来了，但是呢，他非常的思念他以前的老战友。老战友啊，所以说想通过我们这个平台。通过我们这个网络，然后寻找他的这位老战友，他叫什么名字？叶红良，叶木的叶，运红良。红良。哇，那我们这位同事有没有在呢？在这里呢？如果在这里的话，可以私信给小凤，或者认识这位
运红梁的朋友，也可以私信给小凤哦。这个是小王，我是二级连的。二级连的小王，你认得我就可以了。还记不记得？他非常的想念你啊，非常的想念你，就是很想和他通个话，是不是？哎呀，在你如果看到的话，私信给小凤啊。联系我，然后就可以找到他，找到你。然后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他现在呢在家里面发展这个农业，发展的非常好，非常大。现在你种有几十亩这个若干？有，五十六十。五十六十亩哦。然后呢，他也很想请他们以前的那些老同事啊、老朋友啊，然后来他家摘果吃，好不好？好的。我叫做黄允聪，你认得吗？要跟我联系一下。你今年多少岁了？我今年都六十多了哦。六十多岁了。嗯。六十多岁。应该我的手掌也应该有七十。七十岁。应该有七十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所以说人啊。大概要用多少天就把找这个七十到了。这个。网络这个东西很难讲哎，网络有，所以说它需要时间慢慢的去找，找到你。所以说咱们朋友们如果看到小凤这个视频的话，可以转发一下，让更越多人转发，那么你的这位老朋友他看到的几率就更大。应该他认识我，时间长了几十年了，那长了长了一点。对呀、啊，所以说这个人老了都会非常想念自己的老朋友，啊，这个老战友啊，唱一首歌呗。我怎么会唱歌？你以前当兵的歌，老班长或者老战友。不会唱歌的嘛？不会唱歌嘛？我今天就当着实力了。是的，不是跟你开玩笑，我这是不会唱歌。然后这个水烫啊，我们就要把这个米倒进去，慢慢放进去，要慢慢的放，是吧？跟人家的熟得跟人家一样。天油，工人跟关后关照买的。大家看一下这个大锅饭哈，打开看一下，哇，香喷喷的。